把爱人的笑容雕成观音的脸庞，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浮在心头。我把爱人的叮咛藏在神经成观音的脸庞，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浮在心头。我把爱人的叮咛藏在神经真正是要安尼做？但你即马是安怎？叫我杀人的是你，三心两意也是你。我毋是三心两意，我是惊讲，万一他伊若杀无死，伊个个性一定对咱采取最恐怖的报复行动的。这就是你无了解我的所在。我若要答应人一件代志，一定会考虑甲真详细。我若答应人，就一定有把握做会到。搁再讲，是你叫我做的工作，我一定会拼性命做到。免，我煞毋知你是为着迄几啊亿的财产，莫当作我啥物拢毋知影。你即卖用你等于等我的好消息啦。我就想要去变数的，可能是太过紧张啊，够急的啊。好啦，咱即马先落车，我替你看风头，绝对无人会看到。今麦是几月？一定有真侪鬼吼，伫咱身躯边咧乱乱坐，是你目睭无看到。你今麦吼直接放尿，是对鬼真无礼貌，对鬼真不敬啊！哪会免乱啊？我袂放啊，我会惊啊。是讲袂要紧啦，你哪咧脱裤的时阵吼，就讲歹势歹势，找所在方便一下，是咧是咧，安尼吼，就袂惊遮个鬼啊。
歹势歹势，就所在方便些。你是一款物件。哎，何医生，这无路就通我看，好转去啊，明仔载再搁出来接他。真正是惊死啊！放药去拄着鬼。伊款鬼吼，永远无代志，拢会出来落事，爱看路人哦，爱跟路，是讲无要紧啊，伊毋是恶鬼啊，袂害人。我要来转啊！你看谁哩啊？沈师傅你好，我来帮你介绍一下，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九分局的刑警小张。你好。你好，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沈师傅，也是我的贵人啊。只有沈师傅能够算得出来，我有厄运要当头了。咱们酒可以不喝，可是有厄运啊，非得解不可。那改运为什么选这种地方呢？这已经不错了，离我们家南方最近的土地公庙就是这里了。我觉得这里还不错啊。而且我来了之后觉得特别的舒服，表示这个土地公有灵，一定会保佑我。那就快点做吧，我待会要回去当班呢。贵人，地主罗英雄请求土地公伯爷保庇，会当逢凶化吉、消灾解厄、身体健康、无上成位。你甲土地公伯啊，保你心情愉快，我来提壶啊。整个现场有两具尸体啊，第一具在湖边，上这个，他是九分局的刑警，名字叫张正气。刑警？对，嘴巴蒙着胶布，跪下的时候背后一枪。
很像是黑道寻仇的方式。另外一具尸体呢，该不会是黑道人士吧？因为身上没有证明的文件，还不知道。陈尸在前面的土地庙。两具尸体的距离最少100公尺，这具尸体嘴巴也贴着同样的胶带，一枪正中脑袋。我推测是看到凶手杀了第一个人以后破开来逃跑，在这里被追上。法医怎么还没有来？我先看看尸体。没死，快！赶快把他的车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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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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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站住！去看看开刀的进度，顺便请教一下医生，到底还要多久，我们警察才可以问话？我好决定要不要在这边傻等。是。尚子哥，我们主力清查命案现场附近的车辆，找到一台宾士500的车子，很可能是正在里面开刀仁兄所有的，已经请他老婆赶过来指认。宾士500的车子，知不知道他的职业？侦防中心只说他的名字是罗永成，职业无。一个开宾士500的无业游民和一个刑警，双双中弹倒地。我已经闻到里面牵扯铜臭味了。先去看看开刀的是不是她老公。医生说子弹钻进了她的脑袋，破坏了大部分脑组织。换句话说，很可能把命救回来了，也是植物人。99%。乐观点，至少没有1%的机会啊。请坐。我负责主办这个案子，我叫尚志。请问里面躺那个人，是不是你先生罗永成？非常抱歉，我要把握第一时间问话，来争取破案的时效。请你告诉我们，你知道谁是凶手？认门是一个刑警叫张正气，他跟你先生一起中弹。那我请教你，你知道你先生是做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你老公的职业啊？他跟我说他是掮客，结婚2年，我也没看他开过公司，也没看到他做过什么中介成功的买卖，只是每10天半个月就出一次国，什么国家都跑。问他什么？他又什么都不肯说。他有没有什么合伙人或者是经常来往的朋友？没有，电话很多就是了。马上去查他家还有大哥大通联记录。你老公这样神神秘秘的，你会不在乎不管吗？纯粹是我个人的好奇心。我在乎也没有用。
管也管不到。我是他花钱买的。在他面前，我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也不敢过问他任何事情。少子哥，好消息，有命案现场的目击者，他用 V 8拍到凶手作案的实况画面。那个目击者确定他拍到了凶杀的画面，太不可思议了，快放。画面这么快，怎么看得清楚？倒回去，再慢慢放一次。停。这个正在逃命的人是罗永成，凶手正在追他。再放。罗永成跌倒，凶手拿枪对准了他，只可惜凶手整个人都被树挡住了。继续再放。凶手跑了，连背影都看不清楚，真是可惜。这是什么？有一个人站在那里耶。没错，一个男的，老头子拿把伞。别人在开枪杀人，他拿把伞站在旁边。他站的地方看得到凶杀过程，凶手一定也看得到他。为什么凶手对他视若无睹？会不会是凶手离开他才到的？不可能。凶手跑了不到两秒钟就看到这个老头，又没有掩蔽物。至少我们有一个现场目击者，穿黑色唐装，挽个红布包，拿油纸伞的老头。叫监视组把这个老头的照片放大，去那个地方做地毯式访查。怎么还不回去？在这里发什么呆？我站在这里看台北的万家灯火。你看这么多的灯火，每一盏灯的后面，一定有人在等着他的爱人、亲人回去。只有我，要回去冷冷清清的宿舍，吃泡面，跟自己讲话，替自己盖被子，好凄凉。哪个人不是替自己盖被子？还是要我帮你盖被子？陪你聊天，哄你睡觉，然后说：“铁头乖乖，赶快睡。”这种灯火越看越朦胧，越美丽。你不是应该去配副眼镜呢，就是应该打一通长途电话到菲律宾，给明光。你在想他，在想成家。想有什么用？都是我自己在单相思。明光去出差，说不定早把我给忘了。这么悲观。万家灯火看起来当然都是朦胧的，把你刚刚所说的话跟明光讲，拿出你用头去撞歹徒的勇气，去追他，保证搞定。是啊，这么帅大个子，我对你有信心。我就需要这种安慰，回去睡得着了。撑伞老先生找到了没有？三个组的弟兄拿着照片找了七天，恐怕没希望。
停车。你有没有看到？我正想问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老头的打扮，好像是我们在 V 八里面看到的，长袍加个油纸伞，手上再挽个布包。老头的打扮哪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我的眼力很好，我确定他就是命案现场那个人证目击者。那就麻烦了，上次哥，他不是人证，他是鬼证。目击命案发生的是鬼。要不然为什么忽然就不见了？什么鬼证？不要胡说八道。也许他匆匆忙忙就往旁边跑掉了，我们在车子里面视线挡住，没有办法看见他。当我没说。专心开车，上次如果那个老头要搭便车，你会不会让他上车？当然会啊，因为他是命案目击者，我求之不得。你不用求了，因为他已经上车，坐在我们后面。搭便车，你会不会让他上车？当然会啊，因为他是命案目击者，我求之不得。你不用求了，因为他已经上车，坐在我们后面。怎么办？怎么办？我的脖子、脑袋都在发冷，他正在对我的头吹冷气。不要慌。不要撞上安全岛，现在先想办法把车子靠旁边慢慢停。停下来以后呢？停下来之后我们就慢慢的离开。当然你要快快离开，我一点都不反对。不过请你至少先把车子安全停。为什么不快快离开？我才不要嘞！那么胆小会被你笑一辈子。现在怎么办？好，那我们开始做笔录吧。我来问，你来记。老阿伯，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啊，无，借问一下吼，你是不是看到两个查甫，互穿台戏？他点头了。那笔录怎么写？写鬼点头了。阿伯，请问你住在倒位啊？五福路57巷9号。五福路57巷9号。开口讲话，事情好办。我甲你请教一下吼，你当甲我讲看卖，迄杀人的凶手是谁做甚物款？你应该先告诉那个老阿伯，做完笔录要签了名以后才能走了。Thank you.
找谁啊？对不起，我们对不起，不管你们要推销什么东西，我妈妈都不会买。我们是刑事局的刑警。妈，代志大条啊啦！我叫他们来抓你啊啦！妈，进来啦！可是我妈今天还没开始打牌啊，你们为什么要抓她？哎，跟你讲，再过半个小时，你们去隔壁的隔壁，那边有一大堆人在赌博哦。哦，有个姓王的，头秃秃的，长得好讨厌哦。你们一定要把他抓起来，他用我妈最多钱。你是在讲这两个警察的？是啊，就伊两个啊。啊，是这个样子的。我想请问你有没有一位亲戚，他年纪很大，瘦瘦的，留着个平头，喜欢拿着一把美农伞。哦，你讲阿公啦。可是我阿公死很久啦，你们为什么要问他？你有什么代志？说起来也很奇怪，他在外面到处跑，那我们，我们有事要找他帮忙。我才不信呢，伊是一个老花鬼，哪有法度甲恁警察帮忙啊？说出来你们不要吓到。前几天有一件命案发生的时候，有个民众用 V8 摄影机拍到了阿公的影子，他好像在现场，他应该看到凶手的样子。对，啊，看到要怎么样啊？妈，啊，你这不是假问的哦？阿姨老公要请阿公来倒三工，当然嘛希望阿公替伊找出凶手像啊，对不对？您拢免少想啦。哦，我是讲，即摆已经七月半过啊，我都无看到阿公的影。原来都是伫外口拄到这款代志啊。伊嘛足爱闹一个人啊，一定是甲恁去佚佗，佚佗到唔知要倒转来啊。无无无，阮无甲伊去佚佗。你无甲伊去佚佗哦？啊，伊若欢喜起来，伊会去找别人呢。就算讲去找凶手，伊嘛唔惊，拢是恁惹出来啦。那。可不可以等他回来的时候，请他跟我们联络一下？袂用的，伊有真重要的代志要去处理，无用啦。维护治安，人人有责哎，欧巴桑。嗯啊，欧巴桑，你要找欧巴桑伫隔壁，今日要找阿公，没有啦。那恁警察吼，不要办案，搁不要抓歹人，出去啦！放开。叫欧巴桑的，他最喜欢人家说他跟我长得像姐妹。你们听到阿公回来，好像并不惊讶。有什么好惊讶的？他每年国月都回来的啊。可是，一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出现，害我妈一直输钱，所以他心情不好。输钱跟阿公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你知道吗？我妈很喜欢赌钱，可是逢赌必输哎。最近几年她碰到鬼月都会赢钱，所以她就认为啊，一定是我阿公回来探亲的时候，顺便帮她赢钱的。哇塞，好酷啊！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吗？才不是呢。其实哦，是有两个交鬼也对调调，啊，我今年交鬼无来，所来一个衰鬼，你也对调的呢，不敢告诉她。你也看得到那种东西啊？对啊，全家就我一个看到我阿公啊，而且我阿公最喜欢跟他玩。那可不可以请你去找你的阿公，然后我们？不可以，我妈最讨厌警察，因为她去赌场已经被警察抓到三次去警察局了，所以她一定不会答应。小丽呀。我小丽啊，到底是咧创啥货啊？即摆是几月呢？我你是甲啥物鬼咧讲话啦？进来啦！无啦，是一个关节下乌白无常啦，啊伊就较爱踢啊。紧起来啦！好啦好啦。铁头，下次要再找什么鬼阵的话，你自己来。黑白无常哎，
哎，我第一次听人家形容我们这么好嘞。有任何醒过来的迹象吗？罗先生，罗永成，罗先生不要睡了，醒过来哦。对不起，我妈妈教我的，她说昏迷在病床上面的病人一定要三不五时叫他一下，要不然魂魄跑掉会回不来。罗太太，有点事情想请教，我们到外面聊一聊好吗？没有关系的，铁头警官会留守，继续的召唤他。铁头警官会继续留守，召唤他。不要笑我了。不听老人言，会吃亏在眼前。我是对的。罗永成，罗永成，唔通伫外口耍伤久哦，紧转来哦。罗永成，现在你老公的案子，因为同时也死了一个刑警，我们很可能会请你到刑事局帮我们弄清楚他在朋友上还有生意上的关系。我也不是很了解，只怕帮助不大。你呢？结婚之后的交友情况怎么样？我不懂你的意思。只要有谋杀案，我们一定从最亲的人开始查起，你也不能避免。和他结婚之后，我没有任何的朋友，包括女的。他和我爸爸是在赌场上认识的，当时我爸爸输了很多钱，他用2000万把我买走。就这样，我跟他到法院去公证，我就变成了他的老婆。像你这种还算是美貌女人，以前男朋友呢？他甘心吗？越是漂亮的女人，越没有人追呢。我还真的没有男朋友。婚姻幸不幸福？你该问我坐牢的感觉幸不幸福？哦，现在你老公受到枪杀，生死未卜，很可能醒不过来。你的感觉是？既然你问了，我就不瞒你了。我觉得很轻松，如释重负。看在他躺在床上的样子，我有一种等待出狱的感觉。如果他真的离开了，醒不过来，就是我等待出狱、重新过生活的开始。我真的等待那一天的到来。罗永成，罗永成，你紧回来哦！你水果在等你，你的魂魄紧回来哦！罗永成，紧回来哦！
上次跟你说过，我们要去看一下他的脑部，看有没有什么异常。上次跟你说过，罗文成醒过来了，医生在帮他检查。医生，请问一下他情况怎么样？我觉得不太乐观，我还要去请其他科的医师来会诊一下。谢谢。 罗永成，来，麻烦你过来跟他说句话。哥，是他要求我这样叫他的。哥。 时阵哦，阿贤，你来名，阿无敢讲，敢若敢当做外人嘞。阮咱直直找，毋知找位遮来。两位好，毋知食饱阿袂吼？谢谢，阮食饱。来得请。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热情？其中必有诈。 小姐，最近手气有好无？小姐无拍牌啦，啊那乌巴桑手气真歹。本人咧好奇啦，啊你顶天来阮厝诶，敢是要找阮老爸？因阿公啦，啊有找着啊无？有破案无？啊敢毋需要阮甲你斗相共？那安尼我就放心啊啦，阮真是要来甲你斗相共诶呢。 你们想怎么帮？啊，你唔是希望找到阿公，问伊看凶手是虾米人？不过阿公是个往生的人，就算找到了，又怎么问呢？我们上次已经试过了，很难沟通啊。放心，这张就是王牌。阮查某囝小丽哦，伊有法多看到因阿公，甲因阿公讲话。 所以吼，会当做恁双方的翻译。就算这个方法可行，你是义务要帮我们警察这个忙吗？啊，无喏，什么义务？这个时代哪有迄个义务的？这吼，爱有代价。我们刑事局没有什么预算呢。嗯？对呀、啊，一个便当不可以超过60块。哇塞，这么没营养，你还能讲这么快啊？哦，收红包吼。 哎，阮是干那要收一挂服务费尔呢，啊，唔是要来恁恁兴趣局甲恁抢劫啊，啊，哪会着紧张个安尼？哎，啊，你慢慢安尼挨挨杂杂，安尼啦，啊，阮查某囝甲你服务吼，嗯，一工算一万就好啊。好难听哦，妈，什么替因服务啦，改做替因翻译好不好？嗯，好啦，翻译就翻译啦。 还你费一工一万的，我的预算只有车马费2000块钱。啊？哎呦妈，你当作你市场买菜哦，你搁敢喊价，我要来走啊啦！啊好，算讲恁熬太价啦，但是我话讲进前哦，我一摆是要领5工哦，钱摕进前的哦，要若无，阮查某囝带咧，我是转去哦。好吧，先去领周转金给这位。 给这位小姐签收。嗯。温小丽哈、哦，你交代你，拜托你赶紧照顾我好呢。再见。妈，再见。我已经被我妈卖到这里了，你们想要对我怎么样？
先是带我们到一家 KTV， 说你阿公最喜欢到那家店唱歌，结果我们听了一个小时你美妙的歌声之后呢，你又带我们到动物园，说你阿公最喜欢里面的大象，结果我们傻傻的看着大象拉了好几公斤的大便，阿公还是没出现。有点耐心好不好？我们现在要找的是一个玩心很重的鬼耶，哪有那么简单的？那现在来这家庙做什么？你阿公会来上香？答错，这里面住着我阿公的老情人，他每年七月回来，都一定会回来看他的哦。老情人？对啊，我阿公以前很花的耶，还没结婚以前有七个女朋友，而且一辈子照顾对方，就连死了以后还在持续啊，这种精神你们多学学吧。我先进去了。阿妈，我跟你讲吼，明明吼，我带两个朋友入来哦，啊，你什么话拢莫讲，我叫你创啥，你照来做就好吼。啊，明明伊来提两千块哩，你免说，你甲收起来呢，去买一寡较营养的食吼，对不？那安尼提钱我就甲你收起来。对对，好来，我收传一斤。接下来要做什么？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回局里的。有点任性嘛。我们来帮阿妈看门。看门？那不是要做很多法事，很麻烦的。哦，不用不用不用。阿妈是我阿公的旧情人，只要他拿着阿公的东西，随便喊个几句，叫两声，我阿公就会上身哦。你到时候啊，要问什么，随便你们问。我去准备东西哦。太喜欢这个样子，警察要靠看门来破案，这太不像话了。一切的东西只是参考，反正翻译费已经付了，接下来是责案制。妈，我跟你讲吼，这是我阿公以前常爱加油啊，你家带着吼。来哦，阿公回来哦，陈小辉回来看老朋友陈少珠哦。哎，阿妈，你稍等我一下。陈小辉啊，来哦，阿公回来哦，来哦，哎，唔通我你的女朋友失望哦，来哦，阿公回来哦。阿妈，你来买我啊？小丽，你找我要创啥？阿公，真是你哦。我只是闹着玩的，没想到我阿公真的回来了耶！阿公，不是我找你，是那两个警察啦。我知啦，不过那两个警察心内拢伫咧想迄个查某记者。什么查某记者？啊，你是讲伊倒去啊啦？人伊是要来查名，安尼凶手，你到底有看到无？顶头，搁摇头，啊，到底什么意思？因都有法度啊，唔免过来找我。哎呦，啊，你着讲一只是一个是安怎样啦？咱伊妹卖去管用的代志。吼，你当时变个遮啰嗦哈，讲一句就好。查某人苦咧放尿啦。啊？好未？啊，我的头壳足晕呢。哦。给两千块哦。这个还要钱啊？哼，你让年纪这么大的阿妈替你办事情，好意思不给钱啊？那我给。啊，不用，不用。我还不知道你是个无底洞。谢啦，阿妈，家己收起来哈。多谢，谢谢哈。
回到家开不开心啊？以前不一样了，你没有资格再命令我做任何一件我不想做的事情。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你只是一个白痴。你要乖乖的，不要再惹我生气，懂吗？永辰，我告诉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你没有资格再命令我做任何一件我不想做的事情。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你只是一个白痴。你要乖乖的，不要再惹我生气，懂吗？修理你。你们别太失望了，我还有个办法。我阿公虽然爱玩，可是他也很爱吃哦，我试试看用吃的东西把他骗出来看看。等一下哦，他最爱吃这个。这什么东西啊？这个啊，叫做麻辣。我阿公没死的时候，一次可以吃八个耶。阿公，快回来哦！阿公，有好吃的物仔要给你吃哦。阿公，叔叔回来哦。你若唔回来吼，我这麻辣拢要甲你食了了。我阁有两个人客哦，我剩的拢要互因食。吃啦，阿公，你来不要过家，是唔惊伊两个警察啦？啊？
说你们两个阳气太重，靠近了他会受不了。你可不可以问他，是不是真的看到凶手？阿公，你有看到凶手无？他不回答。我最知道他的心事了，就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默认，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另有打算，所以不告诉你们喽。为什么不想告诉我们啊？爱玩喽，他一年才被放出来一次，就跟放出来的小鸟一样爱玩。有一次我带他去 disco 跳舞，好好笑哦，那种老孩子跟人家在那边扭。那他会有什么打算？我问一下。阿公，你到底是要创啥啦？他不肯说。不过我阿公也有正义感，他以前是民防队的队长，说不定他会自己去抓坏人也说不定哦。可不可以麻烦你告诉他，这是个大案子，请他尽量配合我们。他这个样子。他已经走了，他不想跟你们说话。啊！我已经尽力了，我还贡献出好多麻了。先生好一点了吗？还是老样子。方便进去看看吗？我现在正请师傅帮忙处理一点事情，请小声一点。我请了一位很有名的师父帮他念咒招魂，希望这对他能够有点帮助。哦，这我一下子倒连不起来了。你不是说希望你的丈夫永远醒不回来，你可以获得解脱吗？为什么还找人替他做法？是不是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说的和做的都不一样？难道是良心发现了？还是你先生可怜的样子勾起了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你不是我，你不知道当一个老婆知道她的老公智能只有八个月的心情。他已经不是我老公了，他像婴儿一样需要我的照顾，感觉不一样。难道你希望我拿着刀子杀他，还是虐待他吗？原来你是把他当成了儿子，这对可怜罗先生来说倒也是个好消息。叶魂片根本没在叶心上，我来试给孙孙看看。请问师父贵姓大名？我姓谢。我能跟你要一张名片吗？他跟我先生很熟，他平常都在帮我先生处理一些事情。我嘛真侪见解老主顾，若拄着调职升官，找我都无唔对。我有预感，我一定会去找你的。哦，对了，今天来是想要约你明天过去刑事局帮我们厘清一些事情。请问您什么时候有空？明天下午好了，我早上跑步太勤了。吴永成，罗先生，你要快回来哦。顺便提件事情，这件凶杀案有位老先生，他是现场目击者，我们已经找到了他，并且请他指认凶手，相信破案应该是蛮有希望。那很好啊，凶手实在是太可恶了。好了，先告辞。
哎，讨厌啦！但咱两个去看那个细卡要安怎？那是咧惊啥？啊，警察吼，一个比一个较土。哼哼。不过，因讲有找到一个老伙仔，讲看到凶手。那有可能啦？事当时吼，我四边安找透透，连一个人影嘛无。因是咧甲你怪啦，你唔通中意个，哈？ 我刚刚因讲的是真的，你也较细腻。嗯，你若对我较好一点啊，我就有迄个精神较细腻。嘿嘿。 你也袂出现，你是咧创啥啦？你家己安全爱较注意的哦。我即摆咧甲朋友讲电话，你豆豆仔真好。
今天我们有公务，不去找你阿公。啊，那怎么可以？我妈已经收了你五天的车马费了耶，不可以只领钱不做事。没关系，是我们自己没空。你已经来了，钱照算。啊，那多没意思啊！那我不是没地方去，好无聊哦。你都没有上课或者是上班吗？没有啊，高中毕业以后就没考上大学。你在想要找什么工作？已经想了一年一个多月了。哎，尚志哥，我去考女警好不好？啊？好，当然好。你看，我像不像女警？小丽啊，女警不是像不像，而是有没有自我认知和牺牲奉献的勇气。我很勇敢啊。我们学校男生打架的时候，我一点都不会害怕。不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权益呢受到保障，自己的安全受到保护。但是警政署只有80000个警察，而全国有2000多万的民众。啊，80000人要保护2000万人，怪不得我妈老是说，需要警察的时候，永远都找不到警察。所以没有热情，没有想替人群做点事情的傻劲儿。根本当不了一个优秀警察。我想我懂，我一定要想办法帮你们抓到那个凶手。就算是自我测验好了，只要我通过，我就去报考女警。不准冒不必要的危险。是，少女官，我负责去找我阿公，不会冒险的。对吧？加一支，蓝嘛。来，蓝嘛对吧？包总。歹势，我到啊。真多谢你哦。哦，你这个灯卡点着个火都无底找呢，咱真是两相好哦。哎，你的手吼、比我的手薄，安望一下哦。我安尼规个头壳戆车车，你的气哦，真正够歹。啊，那安尼，你是大仙也是师傅啊？啊，互你约到啊，伊是真有名的师傅哦。哦。啊，不过伊是拜黄大仙的，食肉无食菜哦。师傅啊，我住伫遮啦，歹所在，你快坐坐咧啦。是啊，真福气呢，会当请到新师傅来咱厝看地理。师傅啊，你慢慢来看，不要紧啦。你讲伊吼，外灵都外灵啦，迄手甲摸落尔哦，哎呦，我规个拢麻去呢。你讲伊的法力有强啊无强啦？哎呦，你的手会麻是因为你伤久无查甫人摸过啊啦！这个死查甫的，你哪样讲迄个色情的话啦？伊讲我的输掉吼，就是讲迄个啊，对啦，迄个我的财库的所在有迄个垃圾的物件，唔知会袂赢钱，所以我今仔日特别请伊来看下咧。吼，安尼我更加确定伊是江湖郎中。你的事情是因为你逐天拢扮迄个戆囝嘞，一坐落就毋知好起来，啊一寡钱拢叫人动了了，无事才奇怪嘞。你甲我点去，师傅的面头前，你是袂晓去威咧是哦。哎，歹，真正歹。师傅啊，啊是歹伫倒位啦？来，
我报你看。恁看，大门、中门、甲后尾门，拄多一条直线。这风水来讲，讲做一箭穿心。住伫遮的人，一天24小时，袂输去予箭射到同款。你看，伊敢会安尼？哦，就是安尼哦。我这逐天困袂去，啊，心肝头安尼扑扑彩，啊，迄人更要欠关起来嘞。你是爱跋筊爱输钱，是毋是紧张才安尼啦？不是，伊的输钱有另外的原因。你看，恁厝的便所伫咧中央，一间厝的上中央，要来用你起便所，然后呢，钱佫较侪，金也佫较侪，就会去互冲冲掉。啥一日都无去啊？信，很不怪哦。我若拍到12枪的时阵，都是头前赢，后壁输；啊，若无，都是头一天赢，第二天就输啊。哦，原来就是中央这个便所伫咧作怪啊！呸呸呸呸呸！哼，也够有，也够有，也够有！好好好好好好，你莫搁讲啊！你若讲落到底吼，我头晕目眩。师傅啊，拜托一个啦，你安尼手洗牙关，甲我救一个啦，大发慈悲。要若无，我都无钱，要哪有法度搬较好的所在啦？好，你家仔，你去拄着我。我较等下哦，恁这间厝的厝前厝后，我会拢甲打符啊。恁爱记哩，千万唔通去甲叮当。7749天了后，恁就会改运。到时阵，你会赢钱赢到底位了。真是的哦！多谢贵人，多谢贵人。要吃就好好的吃，要不然我就不喂你了。你要死，你要死啊！拢是你啦，卖着规条炮好死，像我呢，要死也唔惊死，根本就是阿姐话嘛。哎呀，我哪会甘咧你受苦啦？是讲吼，即起的留咧世间哦，实在有影真惨啊！哎，啊你看啥？啊你看到我唔惊是？哎，真正唔惊？恁娘嘞啊！恁爸搁一千后哩，啊！要惊哦！你搁有心情咧耍？即马是要安怎？哎呀，你放心啦，看我开枪，迄个老伙仔是一个鬼，我已经甲封起来，无地通走啊。
啊，若一个戆囡仔，等风声若过，我就甲处理掉。你袂当用到互迄两个警察怀疑，因足巧的，看到因拢会惊。我咧做代志，你绝对放心，放心啦，吼。我绝对让你死得清楚，清清气气。嗯，哎，你干嘛想要怕我啊？我安尼费尽心血，你是要哪感谢我？讨厌啊！好了好了，他在看。没关系啦。你这个妖精老鬼，看我安尼对付你！敢插恁爸的代志，我就把你收起来，我让你回去地府，永远看袂到你的查某孙。你来这个时阵才来啦！你找我来，叫我什么代志？你敢知影？这个所在就是恁翁调情的所在。你在创啥？我最近拢在失眠，无心情甲你耍家呀。你有知了叫我抬恁翁，是安怎连徛在恁翁倒落的所在你都惊？你来这呢无胆啦！你个老师，我要走啊！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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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来吼，就是要甲你治疗失眠的。你今仔代志憋着无？但是啥稳啊？为看到我动手迄个鬼，我已经甲抓起来。你看，这个鬼真正伫内底。嘿啊！你若不相信吼，
有啊，你去也听开，倒出来看卖。我接无来。啊，即卖要安怎？你放心啦，我用特殊的方式甲电掉的，伊无地通走啊。那你做就好啊，佮拖我来遮创啥？嗯，啊，就煞毋知影我要做法欠一项物件，啊，这项物件哦，敢若恁查某人才有诶。好脏哦！垃圾唔只有效，紧啦！才拄啊好有一间便所，我紧甲做法做做诶，碗公汤啊甲抬起来，安尼吼，咱就成功啊！啊，等我来恁家吼，你甲我骂杀鸡。谁替谁骂杀鸡啊？我忙了一个晚上，骨头非常酸痛。听到马杀鸡的字眼，总是比较敏感。你们在跟踪我？哦，你比我们敏感哦。这里是你老公中枪的地方，我们只是回刑事现场走走，没想到看到有人大白天这么亲热。罗太太，你老公在家等着人照顾，你站的地方还留有他的血，怎么有心情跟别的男人讨论马杀鸡啊？不是，你唔当误会，罗太太请我来家是要替恁翁结婚。我咧讲马杀鸡是官生一位，恁千万唔当误会。我不知道老公，你大可不必那么紧张。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会同时在这里出现？用膝盖都闻到你们之间那股暧昧跟紧张的关系。听好，从现在开始，我会从你们之间的一切开始查起。要查你们去查，我问心无愧。笑容雕成观音的脸庞，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浮在心头。